今天吃五花肉，这个香辣干碟巨巨好吃啊，这个干碟涮火锅吃烧烤都可以，巨好吃。这个五花肉我炖完之后用空气炸锅炸了一会儿，这个干碟是有咸淡味的，来了个电话，哎，拿个刀，我再拿个叉就行了。这老大有点瘦了。巨香，这个干碟好吃。这是给哥哥留的啊，你不能老吃。这个干碟巨香，四川成都。好吃，我自己吃了一年多了，吃了好几袋了，不吃这一块太他妈肥了。这两块瘦的比孩子有肉特别好吃，比烧烤料还好吃。